男生到手前说爱你，到手后就说别吵我，正常吧？哎，拜托，刚开始对你好奇，对你有兴趣，我讲真的哦，你们女生也听一听，男生也听一听哦。感谢小起点，我就很想谈恋爱啊。哦，先听我讲哦，反正就是，暧昧期是最甜最棒的地方嘛，可是暧昧久了就是让人觉得很乏味。啊，我跟兔子暧昧期很短，大概只有2天吧。好啦，反正就是你就是要把暧昧期拉长一点点，你要观察他，因为谁知道他是不是表面做一套，私下做一套。然后重点是这个人如果反正暧昧期应该是敢啊，就是这个男生如果会在自己的好朋友面前提到你。表示至少他目前是确定是爱你的。啊，如果这个男生在一起后，或者是在一起前，都说改天再带朋友认识啊，怎么啊，给我找一堆借口支开啊，表示他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心里啊，不敢承认说你是他的另一半啊。男生呐、啊，男生，至少我不敢保证啊，反正就是大部分的男生不敢把那个。自己不觉得好的女生介绍给另一半，那是我每次开台聊到这种东西都会聊到一次的，相信我，在场男生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都这么肤浅？很多啊，像比如很多其实，要怎么讲？光是有名的人好了，他如果私下跟粉丝在一起，主要是怕麻烦，怕会麻烦。麻烦是因为有2种原因，怕粉丝去吵到另一半，啊或去攻击到另一半，啊另外就是怕自己的名气因此不见。这么讲，就是自己就没有那个身价了，有没有？单身至少还有。让人觉得还有机会的感觉。反正是要让自己有身价，会怕说让其他粉丝知道，所以都会隐瞒起来，所以才常常爆发说什么突然那个艺人脚踏3条啊、4条、5条腿啊，就是都把事情压低啊，这样自己才能跟。其他粉丝说自己单身啊，让粉丝觉得有机会啊，就这样被骗到啊。哇，你这个是，你的手好特别哦，奶奶。你这个，哎，我远远看以为是绑三角巾哎，超屌哎！能知道医院附近不能抽烟吗？要抽去警局抽，可以吗？Hello。我早上有点听得懂他讲他小啊，我离开这边好了。不好意思，Twitch 碰的那个我胡3条。哎呦，你是看聊天室在远端打麻将哦？我们要不要去开一桌啊？哎呦，兄弟，你的发型我很喜欢。哇，用纸袋包酒，我吓趴。哎呦，真的打牌最近好容易正厅哦，害我都每次都只能自摸，气死。
Joko，我是很严重的在聊这件事情。如果以后我的台都可以打双等于的话，你觉得会爆炸吗？因为其实，万一玩 GTA 的话，观众群如果有从其他台的人来看的话，他们打双等于的机会非常非常高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解放吧。会啊，其实很多台都超爱打双等于的啊，像刚刚我那个小池那个朋友一来就直接打个双等于了。对啊，你看节操对不对？常常打个问号啊，双等于啊，就一大堆。你知道开车做什么啊？都是刚刚市民害的啦，我绝对不会撞啊。就撞到之后，要么打叉 D L 月咯，问号或双等于，就这样子。会爆炸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就是 不爱看的人，不爱看到双等于的人会不会爆炸？好啦，我应该也复健好了。身体动作，我又忘记在哪里了。运动哦，这里啦，然后传一下。哦，搬到下午5点吗？没有医护上班呐、啊，我已经下班了啊。双等于中文叫怎么叫好？是没错，可是，在很瞬间、很当下，一定直接打等于等于了、啊。其实我偶尔也会打、啊，因为真的是傻眼到不行，我就会打等于等于了。傻眼呐、啊，无敌无无眼呐、啊，不是无敌无眼呐、啊，傻眼。不是很扯，我都会打等于等于。没有规定说可以中间加东西，可是就会有人硬要去挑那个漏洞，所以我们才改成说等于等于类的都不行，懂吗？你越去规定，就有人越爱挑那个漏洞。就像那个阿杯，每次规定一些东西，就是喜欢挑人家漏洞来打。在太阳下，开合跳，预备，1、2、3，怎么跳两下就没力啦？你骗我！1、2、3，哦，这还多一点点，来来来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不是啊，你跟我讲，现在我的观众群就是这一圈了。你看，如果我真的玩 GTA 之后，一定有从其他的台来的啊。你看我平时开台会有100个人以上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圈圈就是这么小。现在玩到 GTA 之后，一定有其他人呢跑来这边看。啊，他们一定有一些观众的习惯是这个，你懂吗？不是啊。要怎么讲？反正小雨你就忍耐嘛。你不能，你不，你你觉得难过就只能享受啊，是不是？觉得不舒服那就只好享受了，这是最简单的方法。辛苦你了，哈哈哈哈哈，辛苦了，不会啦，其实。我平时私下要么也是听台啊，听台追剧情，再来就是画画，这样而已。画画玩游戏啊，这只是最近没有什么游戏玩，又来玩鬼岛。
像我虽然有打双等于的坏习惯，不过我很努力在抑制。哎，我讲真的啊，我真的打双等于的表情符号真的会很多，尤其是我真的很不耐烦。有时候你们吐窝不知道聊啥小，我就觉得很烦躁的时候，就很超想打双等于，可是我就忍下来，我直接划过。你男神常用，啊，你男人常用的话怎么办？就下雨啦。哇塞，我们的紫薇已经2个半小时没出现了欸，我是不是真的被他骗了啊？我可以先下班看看有谁上线在上班吗？如果下班一瞬间有人出事情没接到，有没有超屌？可以这样子吗？就是利用上下班，看说有谁上班。哎、欸，他们修好了，好屌、喔！来来来，我看一下、喔。好了，好啦，只有我一个医护，那也没什么啦，就要推剧情又不知道怎么推啊，等等啊。嗨，我们来聊天。你讨厌下雨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今天比较瘦哎、欸。你是不是变瘦了？我们这样，你摸我哪里？发 小，等下等下等下，才32个月，感谢凯兰续订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子，我刚刚不小心，而且是你顶到我哎、欸。坏掉了啦！就送你进来啊，我进来讲啊。对，我知道应该处理掉他，不然他这样走，我很好笑欸，我觉得很好笑欸。怎么这么好玩吗？欸，对呢，三点了。感谢小几点。哈哈，不行，我觉得好好笑，我把他解决掉。哎、欸，没礼貌，扇一个巴掌。来，我们开始哦。开始啊。哎呀，他的脚已经。他这个是鞋子飞出去吧，然后脚陷下去吧，还是他的脚是那种，有没有，脚特别长，然后从地底伸出来？感谢凯兰，哭你了。哦，对啊，有心贴图哦，有没有人发现啊？这个贴图只是那天偶尔无聊乱画的，虽然不明显啊，但是我觉得很可爱，就丢上来了。我靠！你们聊天室那么多包子，我就觉得很好看诶、欸！天啊！警卫先生，你还有呼吸吗？不是还有呼吸吗？你还有意识吗？
我是看兽医的啦，不是吧？我是兽医啦，我在讲什么？我警察从这边穿过去，我啥？发生什么事啊？警察怎么从这边路过啊？我杀人被发现了是不是？现在不能被人发现，我杀了人。不，他只是昏倒过去，我相信他会醒来的。你跟我说你会醒来的，不对？我看一下哦，我们还有什么动作可以做？人，行不行不行？你的姿势实在是太奇怪，你为什么要翘脚？翘脚就有点奇怪啦。来来来来来。你要躺下跟我说秘密是不是？来，你说你老婆很凶，没办法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怎么睡着啦？人说大麻代码，哦吼，你看我们医院的电灯，吃整齐，翅膀。Hello，Hello，Hello? 怎么睡着啦？没办法藏尸体，我只能出去绕一圈再回来啊。然后会这样转圈圈，是因为打开这个界面偶尔会转一下，所以很正常。我那时候想说，老天为什么那么厉害，可以转一圈？就才知道是那个，是打开那个界面会跑出来。好啊，你要去忙，加油！想买面包的叔叔、哥哥、阿姨、姐姐在哪里？我可以说警局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没人呢、欸！我今天真的是开台开，我真的很久没有这么长时间开台了、欸。哎、欸，现在昨天好像是9点开到，昨天更久哎、欸，哇，好像也还好。反正我最屌的也就开新入股的时候，之后就没有了。所以其实我的人气观看数其实都很低啊，因为每次固定开台都是开2个小时。没有说到4小时以上，少一个叔叔不见啦，他被 ET 带走了。你看，新的员工来面试了，哎，怎么又是你？同一个人吧，是吗？啊，不是吧？我要聊天姿势啦，等一下啦，聊一下天啦。好难沟通哦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警卫吗？警卫不会无聊吗？手都放在这边，凶什么？对话，闲聊一，态度又是什么？用什么？我没看到，等一下哦。想问问看有没有开台时间的指令？哦，没有设诶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固定开台时间已经快没有了。
我现在都是很随性开台了。如果他们真的都很安全的话，我其实可以挂在线上画画，欸，就是下班然后画画，有没有？我们其实可以就是感谢 follow，我们其实可以就是在这里，我都已经想好画画的地方了。不是，你看哦，我知道啊，就是这个嘛，在哪里？这样，这个啊，吃礁石暂停游戏，这个嘛，啊，还有个声音在哪里？我不知道欸。声音有吗？没有啊。哪一个？不然我这样挂网画画，听到叮铃就可以。吃礁石静音有吗？有这个东西吗？你好。吃礁石暂停游戏啊？啊，静音在哪里？哪里有静音？声音哪里？开启呀、啊，要关掉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要把它关掉吗？这个要关掉吗？那我出去听雨声看看啊。可是他说私交欸，可是我现在就完全不会私交了啊。哎、欸、有欸，好了，感谢你，我这样就可以。靠，声音变好大哦。哦，可以画画了。只是要记得回来动一下而已。天啊！可这样累的也是我欸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没地方聊天，会坐在板凳上面或进去吹冷气呀、啊。我们。淡水这边有几间医院，就常常有老人没有挂号进来吹冷气的、啊，然后还被护理师赶出去。我那时候就是挂号，然后想说哇，我不会排很久吧？然后一进去才排2个人就叫到我了，然后就外面领药的时候看到那个数字表也没有在动，我想说是处理我的东西比较久嘛，就我出去的时候那个还没动。那我回诊的时候才说啊，有些阿公阿嬷都会进来这边吹冷气啦，外面也热啊，就让他们吹啊，没关系。有没有人要上班？老班的阿迪亚还没吃饭，救救老班，很可怜。老班很可怜。好啦，就站在这边喊欢迎光临好了。
我以为这个是让加拿油桶加油的车子。没关系，繁星，你有用指挥？什么叫指挥啊？是说滑鼠还是用绘图板？座位一堆人，看起来好像在排队，在坐着聊天。对啊，我有直播 GTA 啊。知道菜渣的影片里面也有我嘛，只是当时我还没开始开台，因为我当时电脑开不了台，我是勉强跑得动 GTA 啊，开台就算了吧。欸，他脸被揍过欸，我要帮你包一下，800块哦。你头绿绿的欸，没事吧？你老婆还好吗？晚回得回来吗？要不要心理辅导一下？我们晚班有心理医师哦，晚上可以来挂号一下，跟他询问。1小时500块，5000块得不起？真的不需要吗？我怕你自杀欸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我们晚班新来的心理医师，不错哦。虽然我没见过他，也没有上过班，但是大家都是同仁，然后需要啊，这是点头吗？你是不是喝很多？你身上酒味很重诶，虽然我闻不到，看你走路晃晃的，这不需要吗？你报的名字搞不好1小时只要4500哦，要不要？你对着那个医师讲小心肝就好了。Hello，警卫怎么不见了？警卫下班了，警卫都下班了，我还在上班。你说这合不合理？你说，你说这合理吗？警察都下班了，医护肚子在叫了。哎，我肚子真的在叫哎。你找阿神玩玩什么啊？没有，阿神有几次找我，那时候是我是真的很累，然后再加上要随时顾小孩，所以有几次要玩狼人杀没有参与到，就是因为这样子。不然那时候他们都有找我，其实我是可以去玩，只是说我临时跟他们讲说啊，比如说准备开杀的时候，突然暂停一下，我家小孩在哭，这样不行啊，没办法，所以我就没有去报名了。为什么不吃东西啦？不是啊，我中午吧，11点多有吃过啊，现在就饿了啊。中午到现在都在开台，对不对？三层纯牛肉，再吃哦，再看看吧。本来要打开一个饼干吃，可是我的饼干再吃下去，我痘痘又长出来。我觉得真的是乐事害我长痘痘的。我那时候也开始，这几天开始嗑乐事。我不那天不是说我吃一包乐事大概会长很多颗痘痘吗？我那时候把那个分享包吃了剩1/4了，然后痘痘也长成这样子，好像是乐事害的欸。害爆我妹子！你如果瘦下来真的很漂亮欸，你要考虑一下，你的脸不胖啊，只是下半身肩膀以下微胖。最近我们有想成立动保协会，有没有想要小额赞助一点点？有吗？这是我们的企划。我们现在因为这个鬼岛上面还没有任何动保啊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被一些市民开车撞死啊。因为我们想成立这个救救那些被撞死或受伤的动物们，
那小额赞助也可以，或是想要加入我们动保行列也可以，我考虑参加。啊，再说一次哦，吸烟有害身体健康哦。啊，你把买烟的钱拿来救救动物们，你不觉得也很划算吗？你看，你一天一包烟，你抽抽就没有了，而且又伤身体，你不如拿来救济一下动物们，动物们就是会有多一天的粮食可以吃啊，或者是会有更好的居住所啊，觉得这样挺好的吗？嗯，我在跟你讲话诶。Hello，Hello，漂亮姐姐，还是叔叔哥哥，你有兴趣？要不要加入我们动保的计划？我们现在是缺人的，所以你长得这么英俊，长得这么像一个市长，觉得你应该行的。要不要加入一下？会发大财哦。烟蒂不要乱丢哦，那边有烟蒂要丢这边。这边有丢烟蒂的地方，我看到，过来啊！我适合当推销，我就做过服务业哈，我还可以这样讲哦。你们现在有没有想要申请我们这个救助计划？只要抢那个加入会员，我们就可以享受几折优惠。你加的越多，折扣红利越多。红利回馈越多，有没有兴趣啊？但我们刚起步，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投资，有吗？我们只要你常常来医院，来10次，我们什么？来十次，第10次让你享受几折优惠，忘记了，职高啊，点滴啊。